即係呢趟旅程係挑戰我體能嘅極限啦。呢段旅程我會形容為自我探索嘅旅程。咁我拍過咁多旅遊節目啦，呢個係其中一個係最最最最開心、最特別嘅一個旅程啦。每日都係食好啦、住好啦，同埋可以做我最中意最中意嘅就係踩單車咯。單車踩爆日本，5月27號起，星期六於新時代電視2台播出。